我们已经调查清楚，那个人在大连藏了一批军火，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批军火。为了防止日本人得手，你要想办法尽快查出这批军火的下落。只有他知道这批军火的下落吗？他的人都被打死了，目前只能通过他才能找到这批军火。你有难处。我。 能不能换个地方？你是担心给陈掌柜惹上麻烦？当初是你选择在老酒馆里面潜伏，眼下我们已经把老酒馆变成了我们的情报站，各路人马对这条线路已经非常的熟悉，哪能说变就变？我就是问问。小心点，不会出事的。 出去吧，没说去哪儿。每天得出去一回。都是这时候。大哥，嗯，这老马每天吃饺子，顿顿吃饺子。你说他也吃不够啊？你爱吃馒头呢，怎么不也没吃够啊？我这那倒是。不是大哥，我说这个，嗯，天天撑的这个肚子溜圆，他这么吃，咱这可不是养猪的，不许胡说。 他什么打算？没跟您说啊？没说。那咱就这么供着。他的兄弟们都打没了，就剩他老哥一个，不容易。这满大街又抓他们，他也没地儿去。先让他歇歇吧。等养足了精神头，啊，你想溜你都溜不住的。嗯。我就怕他到时候他爬不起来了。 怎么讲？飞的呗。老马，上哪儿了？出去溜达溜达。老马，上屋坐会儿。哎，有事就这儿说吧，没人。 你不能总出去，我都穿成这样了，就是我的兵他都认不出我来，那也得注意点儿。你放心，就算把我逮着，我也绝不提你半句。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啊。昨儿没睡好啊？睡好了。那咋困成这样了呢？还有事没？没事，我回屋了啊。 哎，对了，哎，这顿顿猪肉大葱、猪肉白菜馅饺子，有点吃不动，要不咱换牛肉萝卜的吧？你听见没啊？哎，牛肉萝卜，听见了得回答呀，说是，是，哎。 出去了？没不出来，你别管了。是不是冻着了？没冻着。我这待会给你看看。你咋这么啰嗦呢？我要睡会儿。咋这还哆嗦上了呀？啊？保证了。你过来干啥？别动我！咋的了？啊？哎呀，你咋这么啰嗦呢？你再动我崩了你！ 怎么你也能知道？
你还挺懂行，你每天泼这命出去，就为了抽这个。外面那个兄弟没影了，我弄不到货了，你帮我弄点呗。磨叽啥呀？快点啊！放你娘的屁！你他娘是骂我？骂你！真没想到。 在战场上跟小鬼子玩命玩下来的人，就你这倒霉样啊！你们打不过小鬼子吗？我算明白了，你今天活着，明天说不定就死了，命都保不住。我想舒坦舒坦，你有错吗？你沾上这个了，你还有啥精神头打仗去啊？那不全是行尸走肉了？你是谁啊？不就是个开酒楼的吗？ 敢跟我这么说话，给你脸了我！你给我脸了？我还看错人了呢！我这顶着命好吃好喝的供着呢，他妈是个废人！你他娘敢骂老子是废人？我他妈崩了你！我连个刀你都拿不动， 干什么呀你？我这不想废人，我这不想死人。我这不想死人。你们留四弟，剩下拿我屋去。好啊。老马，吃饭了啊。 老马，哎，赶紧下来吃饭，啊！听见没有？还吃不吃？老马走了，我这火一上来。 嘴没把住门，伤了他的心了。这不能全怪你。谁看他那样，谁不生气啊？好好一人，染上那东西，他就人就废了。可他毕竟打过鬼子，对咱们有恩呢。人都走了，说啥也没用了。看着他偿命吧。我得去找他去。你上哪儿找他去啊？ 客栈他是不敢去，朋友家要是有地儿，他也不会来咱这儿。大街上演杂，要是换了我，应该是在荒郊野外猫着去。荒郊野外地儿大了，你上哪儿找去？碰碰运气吧。天都黑了，咱明天天亮了，行不能？这大冷天的，再给他冻出个好歹来。 舒服，比那土地庙强多了。
嘛？真是阴魂不散，我惹不起你，我躲还不行？跟我回去。我不回去。谁耍性子？我就这脾气。牛肉萝卜馅的大饺子刚出锅了，一咬一淌油啊，老香啊。走吧。回去你还骂我吗？等吃饱了再说呗。吃饱了，啥都好说。哎，我答应你，不抽了。我也答应你，不再骂你了。有那么几根啥，硌得慌。我知道你在大连藏了一批军火，交出来吧。看来不是日本人。日本人不会对你这么客气的。说，军火在哪儿？为啥要给你们？因为你就一个人了，留着没用。那你们有多少人？你少废话。你到底说还是不说？你杀了我，你啥也得不着。你再好好想想。吃啊！把饺子也吃够了。午门关好了。关严实了。老陈。嗯。你这酒馆里有鬼呀！你这话啥意思呀？这啥也别说了，你这儿我待不住了。你都把我弄糊涂了。我也糊涂了。我今儿晚上就走。我刚听客们说了，说咱的兵被打散了，一些逃到了大连，日本人正抓紧追捕呢。你这时候出去，那不是往网里钻吗？外头可怕，你这酒馆里更可怕。我到底咋回事？我你都信不过啊。
叔没出来。我这屋里也没有啊。爹，看见老马叔了吗？老马叔是谁？行了，没事。华子，你满身力气闲着干啥？过来劈柴火。哦。劈柴火。能行啊？这有什么不行的？哎哎哎！你再劈了手，来，看着点啊，行吗？我试试。哎，哎，真没意思。干啥有意思？我要是能上战场打鬼子去，那就有意思。我也想打鬼子去。你劈个柴火都劈不明白。笨手笨脚的，还打鬼子呢？鬼子打你差不多。打鬼子用会劈柴吗？打鬼子会开枪就行了。光会开枪哪成啊？得先学会，别让枪打着。你这话说的有点道理啊。不过你咋知道的？你让枪打着不就死了吗？死了怎么开枪杀敌呀？是。打鬼子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可没那么简单。一不留神。就得把小命搭上。我呀，我要真能杀死几个鬼子，就算是把命搭上了，我也不带埋怨的。咋了？不信啊？敢不信你吗？你这就是不信的意思呗。放心吧，哪天我真杀几个给你们看看。他跑了？一定是被你们惊着了。你怎么没盯住他呢？我还能整宿看着他吗？我就说你们不能去找他，那人不是个软柿子。可是你在他藏身的土地庙里没发现那批军火，我们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他要是想把那批军火交给日本人，早就交了，还用等到现在吗？所以我觉着，咱们没必要逼着他交出那批军火。就怕日本人抓住他，撬开他的嘴。上次他走了。是陈怀海找到的他，所以你还得盯住陈怀海。另外，我们的人手紧张，你要是有拿得准的人，推荐给我。我知道了。掌柜的，回屋吃啊。把这热炕头吃，暖和。我帮你端吧。哎，我来，我来。哎呀，有伙计在，哪用得着掌柜的动手？还是给我吧，我给你端屋去。给我吧。啊，不用，开门吧。老板，啊，你开门吧。哎呀，来吧。哎呀，快开门吧，别蒸了，再蒸就洒了。谢谢啊，这谢啥？嗯，赶紧回去吃饭去吧。啊，掌柜的，饺子还够不？要不要再包点？不包了。老马不吃了？老马走了。不回来了？谁知道啊？走了也不吭声。那你咋不去找他呢？谁说我没去找他呀？你找不到。嗯。啊，那。指不定哪天他又回来了，要不回头我再包点儿。嗯，那就是少包点儿。哎，那你吃。哎。身手挺麻利啊，不麻利就露馅了。不会再有人来了吧？门插上了。咋出来了？别出来呀，灯还亮着呢。
外面能看见。你把窗帘挂上啊。挂上也不行，有缝儿。那把灯熄了呀。我这刚进屋就熄灯啊，那不引起怀疑了吗？你喝上了？那不得装得像点吗？那我啥时候能出来呀？先别急，等一会儿我把灯熄了，你就能出来了。那得等到啥时候啊？你给我个饺子吃。今天是炒菜。你咋不给饺子了？你都走了，我还能总吃饺子吗？就这事儿闹的，你说这饺子吃不上还得关在柜子里头。老陈，你这招太狠了。忍忍吧，啊，等风头过去了，接人平安了，你想走就走，我管不着。咋没动静了？就在娘胎里受过这罪，这是越活越回旋。小点声。你说这酒咋这么好喝呢？老烧锅呢？你在我这天天喝的都是他。不一样，还是今天这味儿好。看来是真给憋着了。哎，老陈，嗯，往后你白天出去，把你这屋门锁上得了。我这屋从来没锁过，你突然间上了锁，不对味儿。那可咋整啊？我这一听见动静就得钻炕柜里。累得慌啊！我这屋啊，平常没人来，那也得小心呢，万一让人看见不就完了？那我赶忙就在屋待着，给你把门，陪你唠嗑，这还差不多。嗯，你跟那娘们咋回事？顾三妹啊？废话，这院里除了你闺女，不就那娘们了吗？她是我这帮工的，本地人啊？老邻居了。那娘们长得真不错，还行吧？还行，你少跟我装啊！你说，你俩到底咋回事？他没咋回事，兄弟隔心呐！这我骗你干啥？又不当钱花。哎，那娘们是真不错，人家对你又有心思，你咋就能坐得住呢？我说我，你这吃你的得了啊！你觉不觉着，他刚才打听我打听的妙啊？开玩笑呢，让人追怕了，看谁都紧张。掌柜的，饺子还够不？要不要再包点儿？不包了。老马不吃了。老马走了。不回来了。谁知道啊？那你咋不去找他呢？
习惯了。对不住啊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你在这屋里干啥呀？过来给你送洗好的衣裳。洗好了告诉我一声，我去取不就行了吗？一直不都是我给你送吗？我说小谷啊，咱再说一遍啊，往后我这屋啊，你不能说进就进。我没说进就进啊。啊？我进来前跟你打招呼了。你啥时候你跟我打招呼了？我问你在不在了。啊，那我不在你就进来了。这不是急着送衣裳吗？哎呀！啊，对了，尿咋都不倒呢？也不嫌味儿大的慌，我给你刷刷去。不用，这个自己刷。懒得连尿都不倒了，这可咋整你？哎，没事了。吓死我了！我说你这物业不把握吧，你还不信？也就是他啊，总来。哼，他把这屋当自个儿屋了，能不来吗？我看就差上炕了。出来吧，这刚尿了一半。让我吓唬你一半去，这下好了，彻底尿不出来了。这你不能急，啊！一会儿啊，你就慢慢的啊，缓着劲儿，他就出来了。哎，拿走，拿走，拿走！你把这早没了。哎，老陈，你说他刚才本来要走。完了，我听见他晃了晃这尿壶就不走了，你说他是不是察觉到啥了？这尿分不出你我来吧？这泡尿，他少了点儿啊。哎，咱这么说吧啊，他要是今天的，那肯定不对呀。您不能大白天在屋里尿吧？那这要是昨天夜里的，咱先不说你今儿早上为啥不到。那人半夜肯定是憋急了才尿，那总不能那么点儿吧？没道理。老陈，我在你这儿躲不住了，我得走。
你要我说啊，顾三妹本分人，这个我敢给你打保票。那也不行啊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还是走为上策呀。当真要走啊？夜长梦多，早走为妙。打算去哪儿？这些日子我也琢磨了，先把旧部召集起来吧。能召集多少人？几百人差不多吧。哼，那么多人呢，能干大事了。干啥大事啊？回老本行，当土匪去。咋了？哼，又逗我。这事逗你干啥？眼下这形势，小鬼子也打不过，那想活着舒坦，不得去抢吗？抢谁呀？抢中国人？抢自己人啊？说那么清楚干啥？说清楚了心虚是吧？我真高看了你了。让我抢日本人也行，就是风险大点儿。抢日本老百姓干嘛呀？有本事打小鬼子去。老陈，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嗯？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打小鬼子，你打过小鬼子吗？你上过战场吗？你知道小鬼子多难打吗？两片嘴一碰就打鬼子，我怎么打？鬼子打我还差不多。你是我恩人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真他妈后悔，让你住在我这儿，后悔给你那么多饺子吃。确实是个酒囊饭袋。窝囊废。我那酒不是给窝囊废喝的。你不窝囊，你不废物。我们在前方挡着子弹，拼死拼活流血卖命，你在后方大把大把的挣着银子，我们断胳膊断腿死了都没人埋，你在这前殿后院，伙计招呼着，娘们伺候着，轻快着，舒坦着，啊，到了还骂上我了，你哪来的底气啊？你哪来的脸呢？咱一句话，你敢不敢把你这万贯家财撂在这儿，跟我走一趟，咱打鬼子去？敢去是爷们儿，不敢去，你就给我滚一边去！谁没一张嘴呀？想听好听的找八哥去，说的比你还好听呢。你的硬气劲儿哪儿去了？你他妈以为我不敢去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只要敢去，我就敢去。我要不敢跟你走，我是孙子，我在好汉街爬着走。你喝多了吧你？醉话不算数啊！开了这么多年酒馆，从来不说醉话。一句话，只要你敢去，我就敢去。你可想清楚了，去了可不一定能回来。我这把老骨头扔给小鬼子了，不埋怨。好，我没看错你。咱要走也不能今天就走，我还有些事儿要办。你这酒馆也得安顿安顿。这样，明天中午你等着。我来接你。